打中。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？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，别老往这边。你还要说位置？我这。你得了。跟着感觉走，走，让他带着我。走你。很好，跟着感觉走，再来，哇，未打中，哇，未打中，小小队里面都发出了哇，就砸刚那个地方就好了。啊！打中，完了。打中。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？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，别老往这边。你还要说位置？我这。没事吧？打中。你们俩呀，泽远以后不过了呀，泽远。泽远，没事没事，我对不起你。王队得四分，对不起。我没事。接下来请两队互换位置。为自己的随性买单了。随性我买单，凯哥，你放心。一会儿谁砸的你，你得好好的，这得还回来。对，那把白的是不是？大哥，那个泽远是抢了你哪部戏呀、啊？这么恨，炊事班的故事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，灰色。还是灰，右脚。哇！左手白色，两位的左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！三哥，你反过来。得嘞，又送走一名。右手白色，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，请蓝队进行攻击。那个瞄准好了啊，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砸中。啊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未打中，啊！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打中，怎么随便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，最后一颗了。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打中，
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，草率了，草率了。没砸中啊？还没砸？真的假的？你这都没打中、啊？这都没打中。看着都没打，看着都打不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那你那个没打中也挺难，正中的。因为前两轮两队打平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局定胜负，你们两队自己决定谁当攻队，谁当守队，但是攻队要砸中对方三颗球才算胜出。哎，我们砸好不好？沙哥挺会布局的，是吗？又把我推出去了。我觉得你聪明。深深的意思，刚才那两下没砸着，你心里不舒服。大的，你陪他玩一局，你陪他玩一局，想不想赢？不是，你陪他玩一局。不是不是，我可以随便没砸，但是我沙哥要赢。不，我不赢。我们投票。沙哥投你了。好吧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。白的。两位站在白色 MCT 垫上，还是白的，右脚吧。右脚站在白色 MCT 垫子上，左手红色。右手再来一块红色。这是拍一个广告，拍杂志的感觉，掷铁饼者。请蓝队进行攻击。哇！哎 ，nice！ 哇！打中，那这就中啊，那都给你得了。跟着感觉走，走，让他带着我，走你。很好，跟着感觉走，再来，哎！全中。厉害！这是我砸的。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小张远，我给你报仇了。沙哥，沙哥一会儿要喝一点下火的东西。还粘着一会儿。恭喜蓝队获胜，同时蓝队的每位玩家钻石数量都会翻倍。啊，翻倍了，耶，翻倍了。那我们是一点钻石也没有了是吧？我这里头都湿透了，也没有钻石。你姚碧妮，我非常相信你的编剧能力，最后一定有个规则让这一切反转。那肯定的。就是说我在等待这一刻，不然我像是没有来过这个节目。